南海一号是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宋代古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川岛海域，2007年实施整体打捞，入住位于广东省阳江市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4年开始大规模保护发掘工作。因为其所承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早在南海一号出水之前，被不少人誉为海上敦煌。近日，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队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勇在南海一号考古挖掘现场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海一号目前船舱内的货物清理结束，发掘进入了一个节点。单瓷器就是173000多，加上铜铁啊什么，还有100多吨的铁器，还有就是金银铜铁锡，还有漆木器，还有石制品，大概有可能会超过18万件。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18万件，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考古历史上面还没有一个项目能出这么多的文物。当日在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现场，记者看到考古工作人员有的正在清理刚刚出土的瓷器等文物，有的在小心翼翼地对破损的文物进行修复还原。崔勇在沉船发掘现场的外围慢慢踱步，从发现、调查、视觉，然后整体打捞、建馆、发掘，他参与南海一号考古工作历经30余年，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蹒跚起步到磅礴发展的全过程，对眼前这艘古沉船的一事一物，他如数家珍。就是说，水下考古从南海一号开始，这整一个过程确实是其他考古项目都很难比的。而且我们这个考古就是从87年发现到今年已经是32年，一个项目做32年，在中国其他的考古项目说，除了殷墟这种大项目可以做那么多年，水下考古还没有过。这32年就从发现到现在的成果来说，是非常值得去回味。据发掘结果显示，南海一号船体保存较为完整，仅首尾稍有残缺，残长22.95米，宽9.85米，船内舱室最深2.7米。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呢，是船的中部，旁边这个地方您看到的就是围座，就是主桅的围座，就是主桅杆是架在这个上面的，船的动力来源就是在由这个主桅杆提供，然后根据这个主桅杆的开口向前开口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推测这个船呢，这个桅杆是可导型的桅杆，就是说它不是说成四方插进去的，它是可以往后倒下去。可导型桅杆呢，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一种方式，就是这个桅杆是可以做这个进内河的，因为桅杆放倒以后它就可以过那些桥洞，但桅杆放倒以后呢，它还可以防止更大的这个极端的天气，防止这个风对它的一种压力。崔勇表示，除了这种可导桅形式的桅杆，宋代的中国造船对世界造船业有很大的贡献。另一个就是水密隔舱，后来成了造船业的标配。此外，南海一号也印证了宋代中国远洋贸易的繁盛。南海一号考古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全过程，堪称世界水下考古史上的经典之作。目前，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向民众开放了南海一号考古发掘现场，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观赏到文物的发掘与修复过程。就是说，考古大众化嘛，就是公共考古，就是说，就是这文物活化的利用，就是说我们整个工作过程也是一个展示过程，也是有宣传教育意义的过程。保守一点估计是20年，要是可能是技术有进步或者在那个工艺上有改进的话，10几年可能还是要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可以参观的，就是说我们停止保护工作以后可能要到20年，但是保护的过程不影响参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